连队长，想想根本不是国民党，而是新四军。新四军，陈大雷。连队长，你说的陈大雷，是不是有一把大砍刀？是。我差点击毙了他，但他还活着。六分曲陈大雷肯定是他，巴嘎亚罗。陈大雷他根本不在金浦路，不在三道湾，他就在我们眼皮底下。我们围攻了15个小时，现在才知道对手是谁。耻辱啊！耻辱！陈大雷他们使用的是国军的装备。一时间也看不出来，连队长，不要，不要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很高兴。多年的死对头，你终于落在了我的手掌。ここには敵の主力が集まっているから、ここでひどくやられた。何度攻めても攻めても攻めても攻めきれなかった。お前らどう思う？砲弾では作戦を潰せても殲滅はできない。お前らが攻めれば他に援護がすぐ来てしまうだろう。まさかお前らを一緒に撃つことはできない。お前の部隊の銃を全て集めてくれ。次に攻め入るとき後ろからついてこい。お前何を言ってるの。俺が全て上にいるんだ。お前嘘ついてるよ。知道山上被围的是谁吗？陈大雷。对，是新四军陈大雷。陈大雷。我儿子南太郎就是死在他的手上。6年多来，陈大雷所部打死我们连队200多人，你们每个班每个小队都有战友牺牲在他的手上。他凶狠，他残忍，他可恨。他是我们的天敌，他是我们连队的耻辱，他是我们大和民族不共戴天的敌人。他现在已经插翅难飞了。我命令天黑之前要不惜一切代价攻上山去，杀死陈大雷。哎，这是我祖传的一块原道牌，传到今天已经整整的600年了。从我儿子南太郎的尸体上解下来的。我现在把它挂在这儿。你们谁杀死陈大雷，这个奖品它就是谁的。不代表军部。他只代表我。代表一个父亲。把我的话传达到每一个士兵。嘿，让他们冲上山去。陈大雷を殺せ。チェンダーレイは包囲された。連隊長は家宝の組み方を気にかけた。命令、天が暗くなる前にチェンダーレイを抹殺すること。はい。連隊長、让开。你不能战线攻击。让开。不，你是连队长，你一定要坚守指挥部。让开。
让开！让开！砍了我，我也不会让你去的。连带酒，冷静，好好想一想。如果山林上不是五十五师，是陈大雷，那五十五师呢？为什么他们一直没有出现？啊，这是为什么？他们上哪了？你必须坚守指挥部，拜托了。山了，我原本以为日军不会再发起攻击，没想到第五次攻击被打下去后，他们不到半小时就发起了第六次攻击。而这一次攻击的日军完全不讲战法，完全是玉碎作战。我从他们身上看见喷射的激情，看见刻骨的仇恨，看见炙热的疯狂。现在他们全然不像我熟悉的松井连队了，更像是史前恶兽。他们为什么突然变成这样？他们喊着我的名字在发起冲锋，我陈大雷竟然能让漫山遍野的日军为我而疯狂，我竟然能让松井连队喊着我的名字来冲锋，喊着我的名字来消灭我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是日军对我陈大雷的最高赞扬，是我的死敌对我的欢呼啊。作为一个军人，此生此世还有什么比这自豪更过瘾的？这是我这辈子最惨烈的战斗，也是我最自豪最痛苦的回忆。我自豪的是我名叫陈大雷，我痛苦的是我的部队战死了七成，我的心肝宝贝们，也就是我所有的班排长们全部阵亡，他们一个都没有。
报我接长官部。是，我要和顾长官通话。杜幺杜幺，我是邓拐，生物大队请回答。等一等，师座，请您慎重。生死相逼，荣辱两难，更当慎之又慎。我已经慎重够了，再慎重下去，将士折腰，国破家亡。师座千万不能这么说话。日本人在围攻新四军，人家在流血，我们却见死不救。 日本人根本就不可能严禁不限进攻，这是明摆着的事情。长官不会不知道吗？你以为长官不知道吗？我想他们对战局非常清楚，了解得明明白白。待命是什么意思？待命就是让我们按兵不动，坐视新四军灭亡。我知道，您是从杨军校出来的。 我可是从勤务兵一个跟头一个跟头干起的，这论打仗，我不如师座。如论揣摩人情世故、理解长官意图，师座恐怕不如我。东拐，东拐，我是东幺，我是东幺，请回话。师座，接通了。东幺。 请顾长官说话。喂，顾长官正在开会，我是许参谋长。李师长有事可以跟我说。报告参谋长，后岗方向新四军和日军激战数日，双方损伤巨大，此为我军绝佳战机，若坐视不理，后悔晚矣。此外，枪声在耳，军情骚动，官兵们纷纷请战，此情急切之极呀！ 请长官部下令。李师长，请直说吧，你想怎么办？报告参谋长，我请求亲自率领166、167两团，并山炮营火速打击日军侧翼，并能重创日军，取得巨大成果。如此，上不负党国栽培，军人天职，下不负官兵意愿及联合作战之本意呀。 待命。直下不明白为什么。师座，他们在商量。我想顾长官就在边上。李师长，李师长，我在。我干脆把话说到底吧。 联合作战是国共双方共同商定的，我们有理由坚持，而且坚持方案就是坚持国共联合。第二，目前情况不是我军造成的，而是日军造成的。新四军被困也不是因为我们毁约，而是新四军自家轻率所致。第三，你是党国军人，须知总座的宏图大略。日军。 虽然是党国大敌，但共军更是党国的天敌。现在长官部，请你慎重考虑，5分钟后再听你的用兵方案。参谋长，我喂，5分钟后，我讲的还不够清楚吗？你们都出去。 师座呀，您真是太幸运了，长官部给您最后5分钟，也就是给您表明一个忠诚的机会。如果您再继续坚持，前程立刻葬送，而且长官部仍然不会改变战局。师座，这联合作战是怎么来的？是美国人逼出来的，小日本早晚会垮台，长官部为何要在这时候损耗军力啊？ 而且我们五师五师是战区的精锐部队，这留着将来有大用啊！也就是说，师座的前程是大着呢。
动妖动妖，我是洞管，请回话。喂，我是徐参谋长，李师长请讲。报告参谋长，我不决定，坚决遵守长官部命令，坚决执行总裁的治国方略，坚决坚持原来的联合作战方案。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我部官兵都将原地待命。好，长官部甚慰。养的55师，猫到这儿来了。妈，他们就是这样跟我们联合作战的。参谋长，到，你带着队伍继续前进。老子去会会这个李大师长。哎，刘司令，可时间来不及啊。放心吧，我能赶上你们。程序员，到，走来，走。彭班长，快点！站住，哪的？这要开枪了。让开。你们哪个是李师长？请问阁下是？新四军一分区司令员刘强。刘司令，久仰了，我就是李欢。别干了，就我们两个人，没别人。刘司令，里面请。李师长，现在战场上形势，我想就不必我多讲了吧。我请你遵守你的诺言，立即带着你的部队跟我去打日本人。对不起，我办不到。联合作战计划是我和陈大雷共同制定的，绝对不能违背。而且根据我们的情报，日军马上会沿京浦线西进，这里很快会成为主战场。我师官兵必须在这里痛击日军。屁话！你的官兵现在在这放羊，有脸说什么主战场？我军陈大雷部现在在几十里外浴血奋战，却按兵不动。你们是要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我们新四军吗？哎，刘司令，你严重了吧？我知道陈大雷在血战，我很敬佩他，但是过不久我这里也会血战，而且会比他更激烈。我不可能因为陈大雷身陷重围，就放弃更重要的战略目标。壮士断腕，舍身取义，我们也是为了日后能更沉重地打击日军。别说了。你和你的55师就待在这儿吧。我要上战场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笔债我们是绝对不会忘记的。不送了。
师座，刚才您这番话真乃是句句点水不漏，声声义正言辞，说得好，真不愧是杨军校出来的，在下佩服。他刚才说要上战场，上什么战场？现在去增援陈大雷，无异于送死啊。是啊。将。报。报告长官，哨兵发现大批新四军部队越过小新庄，向东急进。什么？向东急进。向东。继续探查。是。向东。淮阴。他们要夜袭淮阴。高明啊，陈大雷已经牵制了日军主力，淮阴现在无异于一座空城，正是一箭穿心的最佳时机。此招若是出自我部，定是奇功一件。人！我枪！救我！我是你的警卫员。刘烨，救我！鬼子都撤了。啊！鬼子都撤了。啊！你没事吗？刘烨，刘烨，撤了。他们都撤了。小心！没事吗？对呀，枪声没了。我想，战斗功力已经结束了。大林他肯定不会被俘虏的，他一定会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。什么最后一颗手榴弹？他当然不会被俘的。司令员，我们的任务是夜袭淮阴，支援大林他们。既然他们已经全部牺牲了，我们要不要改变计划？昨日见人，死了老子眼见尸体。大雷若要光荣了，攻打淮阴城的计划也不能变。今天夜里，三更必须打响。是，快，跟上，快点。暗くて敵の見分けがつかなくなります。
投手になるのが心配です。撤退の命令を。この山はすべて我々に完全に包囲されています。残兵も逃げ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でしょう。正しいよ。おめえの命令は間違いない。はい。連隊長、そろそろ休みの時間。もういいよ。俺はここに座って夜明けるまで。そうか。南本、ロースコに戻って来い。はい。ちょっと待て。学部で命令して現地に休め。明日夜明けたら山を落とせ。残すの敵軍は除く。わかりました。現地休め。你们都吃了饭没有？啊，吃过了。枪给我放这儿。怎么了？啊？不要紧，小事情。这些枪啊，都上了膛。
司令，今天晚上好长啊。天一亮，就是最后一站了。一会儿，我想把大伙儿都集中到一起，让大家挨着睡。不放骚了。放什么骚？我想松姐，他不敢冒险搞偷袭的，他得守在山下等咱们下去突围，他得困死咱们，得饿死咱们，得渴死咱们。松井这回挺狠的。松井，明天早晨一开始打呀，我可能就顾不上你啊。老伙计，你不用管我，明天打了之后你就打你的，我打我的，谁也不用管谁，自己打个痛快就行了啊。老小亮，抢我先过去了啊。啊，我先过去了。三道封锁线，山上的敌人插翅难飞。很好，但我想陈大雷他不会逃跑的。山本君，臣。你真的杀死了陈大雷？我的孩子，你可以安息了。山本君，ありがとう。ございました。田中君。嘿。马上向火营发报，告诉石岩将军，陈大雷已经被我们击毙，明天天一亮两个小时之内肃清残敌。等等，对于陈大雷的死要暂时保密，让战士们保持高昂的斗志，对陈大雷的仇恨要继续延续下去，以便迅速结束明天早上一早的战斗。明白？明白。将軍、松井からの報告で、すでに彼らチェンダーレを撃ったとのことです。いわく、明日の朝早くには残りも殲滅すると。君はすぐ松井に伝えろ。もし撃ったのがチェンダーレであれば、状況はさらに悪い。開戦して数日が経った。
なぜ五十五師団は現れない。奴らはどこにいる。松井は用心すべし。主要な敵を撃っていないならば真の勝利とは言えない。はい。松井め、この通り孫子は2000年も前に述べている。奴は本も読まんのか。司马班长，司马班长，司马班长。军队的称号吗？快一点，快一点就行。反正小鬼子也弄不清楚。你听好了，一会儿战斗打响以后，两个号手在这吹我军的称号，一个号手你领着到城南去吹国民党军队的称号，越响越好。是，去吧。明天当太阳升起的时候，鬼子就要进攻了。我们这些人就要革命到底了。我陈大雷能作为你们的司令，能跟你们在一个战壕里战死，是我这辈子最过瘾的事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不是司令，我跟你们一样是战士。天亮打起来以后啊，大家谁都不要管谁。
还有谁想哭，就赶紧哭出来。我想慢慢说，就当作时间再一次流过。你我的故事从未消失，就算生命停止，执着在你手中紧握，承诺是你心中不